这么大的玉兔都能拆片，肯定能量那么大。阿姨在旁边解说啊。我看你在这边拍吧。停机，停机。不，什么就是我们无法就。他都不管这个，就是切得很薄，很薄。我只要那个布料可以啊。不够大而已，反正材料少了哈。不是材料少了，我们都没有放料。关一下。没有。切得很薄的。安静，真的。这个是多少？这个是一号。拿个卡尺过来，卡一下就知道了。而且它的切面很光滑。不是1毫米，在2毫米，一毫米，最大就1毫米啊，就是那个最小0.5毫米。对，这可能会去掏光的喵。调哪里啊？那个。